不行，酒都没喝完呢。 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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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就是跟他喝了点酒，那是你得体谅我，我得工作，我得赚钱，我得为了咱们俩的未来奋斗。我不想让你跟着我吃廉价的食品，住一辈子租来的房子吧。明明就是跟着年轻有钱的大小姐鬼混了大半夜，混了满身都是香水味。你说你是为了我？我没有鬼混，我要是出去鬼混了，我就不会着急忙慌的赶回来了。我承认。 我去找骆祖儿是我不对，我说谎了，但是我舍不得打车，我又怕你着急，我一路跑回来，这个是真的，你能不能不要生气理解我一下，行不行？你还吼我，我怎么理解你啊？傅小宁，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们，那我问你，如果连我们两个字都没有了，那将来有什么意义？ 竟然，你怎么那么早就来了？我给你买了点早餐。我想给你多待一会儿。啊，那你进来吧。好。你这么多东西。 一个行李箱装得下吗？我也在愁这些事儿呢，你怎么办呢？装不下也得装呀。哎，行李的事交给我，你先把早餐吃了。我自己能收。放心吧，你就交给我好了。嗯，赶紧吃了吧。谢谢。我先去帮你把行李收拾了。 Thank you.
爸爸要吃，不能！哎呦，我要不要放歌？不不不！你不可以，不能歌！不可以！哎，你好。你好，先生。那个，我升舱。先生想升舱是吗？啊。本次航班头等舱还有空余座位。哦。那个，我瞎说着玩的，不好意思啊。好的。哎，那个，你帮我拿一张纸和一支笔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好了，谢谢啊。稍等。哎。好嘞，谢谢。那是你自己。面瘫，我就叫青年才俊。身高我有184，他肯定得比我矮啊，算你180吗？他得有30吧。我今年25岁，这就赢了。我比他小啊，比他年轻啊，是不是？职业设计师，我的职业，这我这以后没准会做大生意呢，是吧？先待定。收入一年400万，还能挣400万？算你300万，好吧？我这以后面这就挣得多了呢，有待提升。我这爱好，哎呀，肯定是左边这个好。怎么就左边这个好？不是，你没看见吗？他都30了都。30是男人的黄金期呀，性格呢相对比较成熟，事业也稳定。不是。他这不叫性格成熟，他这叫做一点人情味都没有，知道吗？一个高冷帅气的30岁设计师，哎，那不就是爱情小说里面男一的标准人设吗？什么叫男一标准人设啊？不是，那你给我说说，这右边这怎么就不好了？你好好说啊，这右边怎么不好？你看啊，这个职业什么待定啊，什么有待提高啊，你写都不敢写，那说明什么？肯定是收入和职业根本就拿不出手。不是，行了，您哄孩子睡觉吧。同志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推个行李车过来。行。真真，等我。什么等你啊？发错微信了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自己开门又不拿钥匙。哎，这孩子，儿子，你是不是又没带钥匙啊？真是的，快进。白姨，小少，哎呦，让我看看。
哎呦，你好吗？我挺好的，你好吗？我挺好的呀。看你身体就挺好的。刚下飞机啊？我刚下飞机。啊，看您气色不错呀。啊，对。您有没有想我？想了。哎，小邵。哎。你看，我这玩意儿你教我的屠呦斗地主呢。哎呦，有没有？赢了一分儿。哎。我这次还是想呢，真真来，你怎么没跟着一起来啊？你今天来过来，你今天来是你们领导叫你来的呀，还是你自己来的呀？哎，都我自己，我不放心他，啊，你也知道白阿姨，这个我怕他把这事儿给弄砸了，就回去没法交代，我过来帮帮他。你也知道真真这姑娘有时候脑子容易犯傻，是吧？我这不放心嘛。那个白阿姨啊，那个您自己在家呢？真真没在啊。我在飞机上看电影，手机没电了，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。哎呦，少啊，你晚来了一步，真真恐怕你是追不上了。这什么叫晚来了一步追不上了？这什么意思？真真已经回国了。是我们锦然送的，估计这时候已经在飞机上发饮料了。哎，对了，小邵，我跟你说呀，阿姨得跟你说一件开心的事儿。啊，你知道我们锦然跟真真吗？哎呦，你说。想想我就开心，竟然跟真真相爱了。我跟你说，小邵，这些日子啊，我们家竟然处理完意大利的事情，马上回国，就跟真真求婚，是不是替我们开心？哎呦，你累了吧？你先坐着啊，阿姨请你做饭去。你不是最爱吃的牛肉馅的饺子吗？阿姨给你包啊。还有呢，就是你爱吃的铁板牛柳，对，阿姨都记着呢。清蒸螃蟹，等一下，你在这休息着啊，我马上就去啊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进去吧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白阿姨，还要照顾好你自己。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。好了，去吧。没有人说。Sorry.
真真已经上飞机了。昨儿他自己能从狼窝里回去，我就不这么大老远跑过来了。邵鹏程，程真真现在已经是我的女朋友了。你们俩不合适，我俩合不合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？难道像你这样游手好闲的富二代，会知道他需要什么吗？对于爱情，真真现在还是沉浸在一个幻想里的小女孩，总有一天她会长大的。等她长大了，她就知道她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她也会知道幻想跟现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。不管是在幻想中，还是在现实中，我都有信心，给她一个她想要的生活。我没必要跟你说这么多，我只是想要提醒你，等你回去之后，希望你可以跟真真保持好距离。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？哎哟，儿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都没听见动静啊。小少，你这是个拔啊。白阿姨，您注意身体，等以后有机会再吃你包的饺子。哎，不是，该吃饭了，小少，你吃吧。哎呦，这是，哎呀，看看这，哎呀，这事儿闹的。儿子，真的，我觉得小少这孩子吧，挺不错的。既然我跟你说，要不是因为你是我儿子，我真的觉得小少跟真真还挺合适的。妈，你到底跟谁一头的呀？哎呀，我不就感叹一下吗？哎。你不担心啊？我担心什么？赶紧回国跟真真求婚，你们结了婚，你妈这心就放下了。妈，我相信真真，我也相信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经得起考验。是是，我也相信。就但是你看这小少，你穷追不舍的都跑到意大利来了，你不能掉以轻心，知道吗？妈，您就放心吧，我对真真是认真的，我也能感觉得到真真对我也是认真的，所以不会让别人有机可乘的。我答应您，两个月之后立马回国，行不行？嗯，这还差不多。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来呀？这就很晚了。店长，邵不成电话还是关机？还关机？邵鹏程好不到三天，之前还知道请个假，现在变本加厉，假都不请，直接就旷工了就。邵先生快到了，已经在路上了。我们刚给他打的电话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你要不再进去喝点水？马上就到，我马上就给您带进去。行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店长，店长，要不然我先替他把这单给签了吧？不是，我绝对不是抢单啊，我就是想帮小少一个忙。你说他万一在路上有什么急事，真的赶不到怎么办？哎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得先把这合同搞定了再说呀。那也行，那你先把资料赶紧准备准备吧。大家早，回来了。哎呦，真真，你们那个小户型的客户来了，你赶紧签约去。那不是邵鹏程的事儿吗？人呢？我还想问你，邵鹏程哪儿去了？好，美丽，快快快，把那资料拿给真真，你先去把他签了去。对对，店长，衣服都没换。什么时候了？换了啊！等着你呢。过来，快去快去，在里头等着呢，会议室。好。
各位好，各位叔叔阿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真真，我是小邵的同事。小邵呢，今天有点事儿，他来不了，所以就让我来给大家服务，签这个房屋买卖合同。哎，大家的资料呢，我都非常了解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。你们房子装修的事儿啊，就是我跟小邵一起给你们操办的。哦，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谢谢啊。你们看一下啊，这就是购房合同，都是我们的格式文本，上面该填的资料呢，我们也全都填过了，所以大家看一下，确认一下，要是资料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签字了。那个，哎，谢谢谢谢。嗯。好，看这个。哎，给我。看看。哎，不是，姑娘，我觉着。是这样，我们呢是女方，哎，我们也是出了钱的，但是这个上面只写了田刚的名字，有点不对吧？于阿姨是这样的啊，田先生和于小姐呢，他们是夫妻，所以不管这房本上是谁的名字，这套房子啊都是属于他们两个的共同财产，这个都是受法律保护的。啊，程小姐，是这么回事啊，这个小田呢跟我们家姑娘呢，他们虽然说在上海办了喜宴，请了他们的同事和朋友，但是他们还没办结婚证啊，他们是打算在上海买了房之后呢回老家去办结婚证，那么结婚证没有领着买房，这个还不属于他们共同的财产吧？哎，叔叔说的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啊，那要不这样吧，为了保护两个人的合法权益呢，我建议在房本上就写上田先生和于小姐两个人的名字。嗯，好，对嘛，这一定要这样。陈阿姐，我想问一下哈，房本上写他们俩的名字，那谁的名字在前，谁的名字在后，有关系吗？您放心，谁名字写前面，谁名字写后面呢，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。啊，他们两个人对这套房子的所有权都是平等的。你看。房子的首付钱，我们要比他们娘家多得多吗？凭什么他们俩有平等的权利？亲家，你这话我有点听不懂了。人家是专业机构，人家说了是平等的，他就是平等的。再说，这马上就要领结婚证了，你提了这么一个奇怪的问题，我有点不放心，把我姑娘嫁到你们家喽。哎。我们给儿子付的首付钱是我和他爸全部的积蓄了，恨不得我们把养老的钱都拿出来了。现在年轻人的婚姻，他们离婚率多高啊，万一将来他们俩的婚姻有什么闪失的话，那我们养老钱不就是缩水了吗？这还没结你就想着这个。这个亲娘，不是亲娘，你亲娘，你好多事儿，你亲娘好，不是叔了，你的意思我明白啊。你的担心那也是我们的担心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哎，这首付款我们也是付了的，只是比你们少出了10万块钱。可是话说回来啊，我们家姑娘的收入比你儿子的高，对吧？在他们出的那份钱里边，我们家姑娘出的要多。按照这个逻辑来推，那么还贷款的时候，可也是我们家姑娘还的多吧？哎，你怕我们占了你们的便宜，那我们还担心我们家姑娘吃了亏呢？陈家公。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你当着外人的面说芊芊比我们家田刚收入高，你这不是故意打我儿子脸吗？你是我没说错呀，说错了，你就不是这样的面啊，你这不对，冷静点，我说错了吗？这样的，你这不对，你看他不对，他不是这样，不能这样，冷静点，冷静一点，我就是说，听我说一句话，听我说一句话，先坐下说，坐下说啊，其实呢。我能看得出来，田先生和于小姐两个人是非常相爱的。那既然你们两家人很快就要变成一家人了，这种伤和气的话咱就不说了。我也知道，你们几位老人家为了孩子们能在上海买房子，拿出了毕生的积蓄。这个事儿啊，其实我也非常感动的。我在想啊，能不能有一个办法，就可以让大家心里都平衡，并且保护你们每一个人的利益。陈小姐，你说的对，你说就像我们这种目前这种情况，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？其实办法倒是有一个，我们呀可以在这房本上写上你们六个人的名字，并且标注上你们每一个人的出资比例。哦啊，还有这样的，房本上可以这么写名字？哎，于阿姨是这样的，
哎，程小姐，如果在房本上这么写的话，是不是太没有人情味了呀？是啊，就是我们还没有领结婚证，就已经为离婚做好准备了似的。对啊。其实我觉得吧，在这房本上啊，写上你们六个人的名字是有好处的。想想啊，当你们以后打开这房本的时候，想想现在，这房子是你们一家六口共同建立、共同期盼。万一你们以后在婚姻上遇到了什么坎坷，打开这房本，就会想到父母对你们的期盼，也不会那么容易去撕毁现在对婚姻的承诺。也可以请叔叔阿姨们记着，其实呀，他们小两口比谁都想过好现在的日子，所以在适当的时候呢，该放手啊，就放手，让他们自己去过自己幸福的日子。哎，这话说的在理儿。对，程校长说的对。那我们就这么办，把我们六个人的名字全部都写上。对，写六个人。签了。好，那要是没什么问题，我来指导大家签名。好，好好看看完了再签。好好看，跟我们说说怎么签这个。你们看一下这儿的资料。啊。你在哪儿呢？怎么没来上班？邵鹏程，你去哪儿了？今天店长都被你气坏了。他说要是你明天再不出现的话，开除，没商量。哦，那个，你回来了。是啊，我刚帮你把六人购房团的合同给签了。你也真是的，哎，你自己约了别人，为什么自己不出现啊？你是不是又去网吧摆游戏了？我有点别的事。有什么事儿比跟客人签合同更重要啊？我那个……行，我不管你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，但是你给我马上、赶紧的回来上班，听到没有？大家把手头事放一放吧，我中午请吃麻辣烫，真真美丽咱一块儿吧。不去，我也不去了，我今儿有点累。谢谢啊。累，太累了。你说这刚下飞机拎个大行李就直接来公司了，还签了一个现成大单子，能不累吗？都不去啊。霍小姐，昨儿挺仗义啊！走吧，陪我去喝个早茶，然后呢，再看几套房子。怎么了？不愿意啊？啊，没有的，那个，这带客户看房子那是我的工作呀。走吧。是，快给你展示一下我新买的宝贝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呦，这怎么还哭了？谁惹你了？失恋了？谁呀？哎呀，没事儿，不就谈个恋爱吗？这都很正常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根本就不用上心。哎，学学我，别总啊耷拉着个脸，啊，跟怨妇似的，你看跟苦瓜一样。那人家不甩你，甩谁呀？是不是？聪明的女人就要学会经营自己，首先要独立吧，不光是经济独立，哎，人格也要独立，然后还要美丽。你想想，你又有钱又有美貌，谁敢甩你？谁敢？对不对？
到时候那些人啊，哎呦，屁股后面屁颠屁颠追你，你都嫌烦。啊，别哭了，你看看，这么漂亮的眼睛哭完了，你看这都长褶了。哎哎哎，看，这个用过吗？完美眼霜我一直在用，特别好。跟你讲，特别适合咱们啊东方女性，涂上去水水润润、滑滑嫩嫩的，吸收的可快了。哎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效果好，性价比还高。像你这种，你看看，这么漂亮的女孩的眼睛，天天哭都长褶子了。哎，先给你用好不好？哎，怎么还走了呢？满意吗？带客户求购紫檀国际公寓丁香苑住宅一套。有，爱宇家房产求购信息您了解一下。好的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你这么写就有人卖房了？你不是一直想买这个小区的房子吗？啊，这事儿我一直放在心上呢。我没事啊，就来这个小区门口发传单。哎，我还好几次跟着这业主啊混进这个小区，然后挨家挨户的敲门，问谁有卖房的意思。真的？真的。对，要不然找谁买？小付。哎，阿姨好。发现传单了。是啊是啊。阿姨啊，您家下回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您就直接打电话给我，别找物业啊，他们没我来的快。谢谢你，上次啊，你真是给阿姨帮了大忙了。这小区里边谁家要卖房，阿姨都帮你留意着呢。谢谢阿姨。好，那你先忙着啊。行，先走了。行，哎，阿姨再见，阿姨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你可以啊，你跟小区业主都混这么熟了？我上次不是挨家挨户敲门的吗？正好敲到秦阿姨家，她就一个人在家，那个水管就正好破了。他一个人在家呢，就叫了物业，物业没来，我就一个人把那水管给修好了。你还会修水管呢？我之前一直觉得你业绩好，可能是因为你嘴甜，但我这次发现你是真的很敬业。得干实事儿。来，记好今年，我们拍张照。来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哎。你看看，我看看，行吗？这个，哎，还行啊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你发个朋友圈。啊？我要让某些人看看，这世上人帅嘴毒有什么可稀罕的？人帅嘴甜又敬业的好青年多的是，对吧？哎，给几千。啊。哎，对，你就这样写，美景美人。啊，可以。高大小姐，满意了吧 ？OK， 那有人跟你联系吗？说实话，嗯，这个小区的业主都不差钱，那卖房子人几乎就是没有。但是你放心啊，我肯定找到你满意的房子。我等你好消息啊！行，我觉得，哎，大哥，哎，你要卖房吗？我们这是紫檀国际公寓，你是里边业主吧？啊，是。你要是要卖房的话，你就跟我们这经纪人联系，交付小钱。就这么两分钟不到，你就打电话。不会看的。好好好。